来，让我 A 一下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有没有真想杀哥们儿吧？带的骸骨，刷个破绽，刷得到，刷得到。干什么？戳我一下？怎么说嘛？我移过来 A 你一下，怎么说？点个眼。Q 一下，血 Q 阿乐，怎么说嘛？满城政府的 Q 你一下，踩上去，我再 A 你一下，我再闪现 A 你一下，怎么说嘛？啊？为什么不上点火？上点火没用啊！他要戳我这个破绽，给他戳吧。啊，这下链子不行。这样 QE， 就你往侧面他就挡不到了。顶上去，营业技术，营业技术，挂点。他这个时候已经很难跑了，营业技术。哎 ，Q 这边，哎 ，Q 三。随便打啦，现在这种局面。侧面 W， 先接 A 一刀拉回去，卡好上面的破绽。怎么说嘛 ？A 他一下，给他做这个破绽 ，Q 一下，对我说来把他越了。啊，我再推，再推了，再推了，再推了。哎呀，这，我们俩人都没助攻啊！越塔吧，他不是。死了一点。我肯定能吸起来的，你在想什么？还挺幽默呀、哎、你。长剑打焚天啊，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。一刀就吸满了，哇！感觉不用耗死他了。我就靠这个剑气 A 都要 A 死他了，破绽完全可以给他戳啊！来，让我 A 一下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有没有真想杀哥们儿吧？我失误了，我看到来了一个长得很奇怪的家伙，我慌了，早知道直接把盲人给砍死了。
真没整节目效果，我在卡最后一秒啊，其实原地 Q 就好了，就刚子我在卡最后一秒，没已经等到最后一秒了，还是盲僧那个更久了。慢慢耗，没 W。慢慢耗就行了，慢慢 A 别那也把他 A 死了。我第一时间没大，点火挂上我就吸不起来了。你老靠你那个队友能有用吗？嗯。芥末大不是乱改的，没有明改的，之前那个说是 bug。 你要等你那个队友有什么用？被谁给定住了？被谁给定住了？不知道，被什么东西给晕了一下，剑姬的 W 嘛。好疼的大招，这个伤心这么痛吗？哥们，后面包有人的呀，掉手他们 AD 的鱼应该能掉到吧。好走，点他点他，没技能了，跑得好快，瞎子情感一脚多少血来着？哦，如红霸四百，十秒钟有大，我能 A 得到吗？能 A 到我就瞬间能吸起来 ，A 不到我就要嘎。A 到就能回起来 ，A 不到就出事。A 到吸满也只需要一下，其实可以吸更多的。满了是因为我只有这么多血，不能往上吸了。